圣灵充满不但是为享受，圣灵充满的确是享受的，的确是享受的，可以享受神，神是充满恩典的，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们就知道他是美善，依靠他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真的可以享受神，但圣灵充满不但是为享受，而是为祝福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然后这里我说到这几点关于圣灵充满怎样帮助侍奉。第一，我们带领人信主的时候可以为他们按手祷告，告诉他们可以真实的被真实的经历和可以带来祝福也说将来他们也可以为人按手祷告，帮助他们经历圣灵和信主鼓励他们多爱慕神，得着圣灵充满如果不去读这个内容你就看我哈。我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在他未信主的时候，我已经说神是可以经历的，神是很真实的，你想不想我为你祷告按手祷告，他说愿意，然后我就说放松，想着耶稣在这里，然后我就帮助他投入的想着耶稣，然后为他按手祷告，一边我在享受神。我的祷告内容不是负责的，就是哈利路亚，耶稣你真好啊，耶稣来释放我们的灵，让我们放下所有重担，让我们进入你的同在，被你更新祝福，赞美主啊，耶稣真好啊，请你祝福这个朋友经历你的平安轻松，让他的重担都释放出来，感谢天父，哈利路亚，主耶稣爱我。我也用一些诗歌帮助他投入在里面，然后祷告完了我就说请你闭上灵人闭上眼睛，请问你在祷告中有没有什么经历，他说平安轻松，我就说这个是圣经所说的，我将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耶稣也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这样叫你们得安息，所以这是圣经所说的圣灵也医好伤心的人，神这么真实来到祝福你，你想不想耶稣以后祝福你，他说愿意，我就带领他信主，然后带领他信主之后我就告诉他怎样继续跟从神了，你每一天赞美主尤其是站立起来爱慕神，因为站立更能够感受圣灵的能力。我也解释圣经有讲到约翰和扫罗见到耶稣都跌倒了，所以在神的同在人会可以跌倒，但没有跌倒可以摇动，这个是圣灵的能力临在你身上，你看看自己祷告有没有，然后他站着祷告也是摇动，我就说你留意，不是你站不稳，是有一种稳定的力量摇动你的，是稳定的力量，你越投入你是去呼召耶稣，耶稣这个力量就加强了，你留意，我就说这个是神的力量在你身上，是不是觉得平安轻松舒服啊，是啊，今天晚上是不是睡得更好，你留意，你多祷告今天晚上你会睡得更好，然后他们发觉是真的，我就在这个过程就告诉他你跟从耶稣爱耶稣尊从耶稣，耶稣就祝福你的，所以你每一天都用多时间去赞美主，而且是整天你洗碗煮饭清洁走在路上都一边赞美主，神就与你同在，你也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应许，非常宝贵的应许，你信靠神，神就认识耶稣，你认识耶稣，耶稣就祝福你，你认识耶稣，耶稣就祝福你，你认识耶稣，耶稣就祝福你，就是说让他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宝贵的应许，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因为我现在所教导非常重要，所以你们一定每一个都留心听啊。这个方法带领人信主的时候让他知道神与你同在，
圣经有应许，也读圣经祷告，也遵从神，参加教会，神就继续祝福你，啊，清理垃圾，然后你将来能够帮助人，你将来为人安求祷告，神使用你，你的生命会被提升，神就喜悦你，他祝福你整个生命。你愿不愿意爱主？我带领他信主，我就马上带领他爱主，马上说你可以开始多祷告，清理垃圾，你就可以为人安守祷告。如果你里面没有邪灵，没有邪灵的话，马上就开始这个帮助他灵命提升的路。这样的话，你带领人信主，他们爱主的心，而且侍奉神的心就更强烈了。在信主的时候就开始，啊，我们有些啊弟兄姐妹啊，我们每一次聚会都训练他们为人安守祷告，啊，然后他们投入祷告的时候就有力量，然后他们就出外面去做，向邻居去做，向朋友去做，然后他们也发觉他们也被神使用，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训练，啊，如果你们明天可以来。我的聚会星期天上午的聚会，好了，所以这个安守祷告可以带领人信主，然后第二，可以为信徒安守祷告，帮助他们经历圣灵，随时得着平安力量，也训练他们建立与神的关系和处理生命，训练他们为人祷安守，用来传福音和建立灵命，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的，你们都可以的。所以你回去，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教堂，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很多有很多软弱的，很多基督徒觉得神很远，所以他们软弱，他们觉得生命很难提升。但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很宝贵，都可以被神大大使用。我希望你们都相信，你们可以被神使用，而且你可以将这个复兴。你的生命的复兴带来带去你们周围的人，带去你们的教会，让他们看到圣灵的力量可以马上医治你的心灵，马上让你生命改变，马上给你这个力量为人安守祷告，带来医治释放，带来灵命更新。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做的话，你的影响力就很大，你的侍奉也很大，你也会被神使用，所以这个提升灵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地方的信徒都是很软弱的，他们软弱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辅导。这个最后的一页，最后的一点是讲到辅导，但我现在不是讲这个，我简单的说，就是说，啊，你觉得神是不是真实的？你觉得是，但这个出信的人或者是基督徒，你是不是觉得神是真实的？你觉得神是真实，那你觉得现在你的与神的关系怎么样？你觉得与神的关系怎么样？你觉得与神的关系是不是有力量还是没有力量？你就让他知道，让他知道他的情况，用提问的方法让他知道。你想不想神喜悦你？神喜悦你，你整个生命就蒙福。你想不想？你也，我希望你们每一个都是有很多见证，神怎样祝福你，你就分享。你可以分享本来你怎样忧伤，然后后来的意气，然后希望你回去改变，不要继续被以前的事情影响。你就可以做见证，说以前我怎样被这个。以前的婚姻影响很多伤害，然后现在怎样改变，就能够提升他们用提问的方法。你想不想活在痛苦之中，还是你的生命结出果子，祝福很多人，神喜悦，容今生来生都有赏赐。这个就是用提问的方法，引导的方法，帮助他们灵命更新，也用昨天我给你的四点的动力，记得吗？第一，神是充满爱和权柄，所有能力在他手中。第二，他非常爱你，看重你。第三，
爱神、亲近神、遵从神、侍奉神，必定蒙福。第四，犯罪、软弱、懒惰、不遵从神，必有破坏性，最严重是失去救恩。你想不想神祝福你？你相不相信真的有神差掌管一切，所有一切在他手中，所有你世界看到的东西都在他手中。虽然有些时候好像有些人权力很大，但其实他们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遵从神的话，我们什么人也不怕，什么情况也不怕。我们遵从神，神必定保守你的生命，必定祝福你的生命。你相信吗？相信。你相信的话，你就说我可以影响更多人，是不是？这个提升灵命是圣灵充满很重要。为什么呢？重要呢？分别在哪里？如果我们只是告诉他们爱神，但他们祷告没有力量，没有经历圣灵的力量，他们就会觉得神很远，是不是？就没有力量。但如果祷告的时候有力量，他们就说神很真实，我可以经历神。所以这个就是尝尝主恩的滋味，知道神这么真实，帮助人灵命更新。所以你们经历圣灵是非常重要。你也可以投入祷告，你回到你的地方，你鼓励人为他们祷告，然后 有几个人跟你一起祷告，很有力量。你就在你的家中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邀请其他人来，他们也经历圣灵，灵命更新，又邀请其他人。但重点是不要注目，但是在经历，你经历之后建立与神的关系，清理垃圾，然后、被神改变。这样的话、被神使用，你的生命整个生命就被提升。所以这个、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个经历圣灵对于侍奉神的帮助，复兴教会的重要性。这个、我希望你们真的有信心去做，这样的话你的整个生命就会被提升。好了，然后第三点，当我们留意有人真心的爱主、处理生命和愿意侍奉神，我们就帮助他们进入侍奉。在所有聆听的人，你会看见有些人更投入爱主，有些人很难改变。经历圣灵会帮助更多人改变，但有些人总是不能改变。耶稣有解释的，有四种地土，是不是？有些是硬土，很硬的，很难改变。注目在自己，很多人注目在自己的，你发觉有些基督徒也是啊，他伤害我啊，啊，我很苦啊，人都对我不好啊，教会都没有爱心的，都是注目在自己的。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基督徒？有。我们就帮助他们，你越注目在自己，越不得满足，因为你会越发觉世界很多痛苦。如果你注目在痛苦的话，你越来越痛苦。其实我们有选择很重要，神的恩典和人的恩典，人对我们好是恩典，就是为信主的人也有恩典给我们的，你们的家人照顾你都是恩典。好了，世界上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人的不好、人的伤害、罪恶，所有这些在我们心中哪一样是你的思想的，你思想的东西？你去思想啊，神真好，人对我真好，弟兄姐妹真好，你就有力量。但很多基督徒是怎么样啊？他怎么不好啊？啊，这些基督徒不好啊，他伤害我啊，教会也不好啊，世界也不好啊，我做什么都没有用啊，就没有力量。很简单，你吃什么你就变为什么，你吃恩典你就变为充满恩典的人，你吃垃圾你就变为一个垃圾人你的里面都是垃圾。你明白这一点的话，我希望你们开始多思想神的恩典，
当你说我很多苦啊，当你越想你的苦，你就越苦。其实昨天你也说很多苦，是不是？但我引导你去思想，然后为你祷告，好像这些苦恼就 飞走了，因为你的心是开放，你愿意被神改变。但有些人在你的情况，啊，我的老公啊，哇啊，他的伤害很大，我不能饶恕。真的有些人对我说，我不能饶恕，他就永远在痛苦中。所以我们就提问这些人了，啊，你继续想这些痛苦有没有改善啊？你几十年都是这样思想，有没有改善呢？没有改善，你要不要改变呢？你要不要喜乐啊？你想想，这些不好的人还有他们好的地方，还有神这么美好，基督徒的美好，基督徒很多无条件的爱你，牧者怎样照顾你，都是好美好的，圣经的美好，你就让他明白。其实很多人处理圣经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思想都是垃圾，所以他们就没有力量。但如果我们思想是神的恩典，也常常活在神的恩典中，就每一天都有力量有恩典了。所以我们就留意到有些人他们爱主，他们注目在他们怎样帮助人，这一点很重要。我信主之后马上说，这个世界那么多人，他们不知道神是真实的。然后我首先想到教堂里面的人，他们是不是每个都肯定神是真实的？我就去教堂的时候就问他们，我就发觉有些人是 不肯定的。当时我是初信主了，但我开始关心人了，我还没有，当时还没有有这个心去做牧师的，没有，还没有。我就想到这些人到底是不是肯定神是真实的，我就特别的找来教聚会，然后跟他们沟通，发觉他们有些是不肯定，我就尽量帮助他们。后来我就有机会我就传福音，后来我就说，这个世界这么多人都没有耶稣，我要求神给我开路。神啊，你愿意的话，我愿意成为牧者，去牧养这些人，传福音，建立灵命。这个就是我信主之后神放在我的里面，因为我的注目在神的美好，神的恩典。当你看到有人是有这个心，你知道这个人是在天国是最重要。这个好土有30倍，有100倍的，有不同的。有些人是特别的有心，也特别的愿意，神也给他们恩赐。这些人你用更多的时间训练他们，其他人也一起训练，谁愿意训练都一起训练。但有些人无论你怎样训练，他们都不愿意。但你不放弃他们，但我们放更多力量在愿意的人。你发觉耶稣放更多时间在12门徒，是不是？虽然有一个是出卖他的，但还是放更多时间在他们身上。这个没有错的。有些人以为这是偏心，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人有心，我们放更多时间在他身上，这个是应该的。这是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做的。你发觉保罗传道的时候，去不同的地方建立长老，去建立这些教会，也用时间在提摩太啊，其他有心的人身上，这个是我们侍奉很重要的一点。但同时我们也关心其他人，其实我们训练这些人就是去关心其他人。当他们关心帮助其他人的时候，他们的灵命就提升。因为我曾经帮助很多很多很多人，所以我有很多经验，很多方面，很多不同的人我都见过。这个经验就帮助我更有能力我越多做就越能够做，越有信心，越不被人影响，越不被困难影响。我知道靠着主必能做到，必能靠着神借助我。这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有谁你觉得是神是特别的拣选你？你的生命你看到神特别的
呼召你，感动你，推动你，也赐给你恩赐要使用你的，请你举手。有多少人你真的觉得这个不是骄傲，但你真的觉得神在里面对你说话，谁是有这个感受的？我鼓励你保持这个呼召，这个就是神的呼召。神的呼召有些时候不是在梦中，有些时候就是你就是感受在里面有一种动力，我要侍奉神，神给我这个呼召，你就坚持，你就发挥，我可以被神使用，你的生命就提升了。所以我希望你珍惜自己，你是非常宝贵的。哈利路亚。你在你的群体中寻找这样的人，放更多时间在他们身上，也训练他们，带着他们去一起服侍，他们就被提升了。好了，然后第四，安守祷告可以带来身体医治、心灵医治、灵命更新、领受异象和异梦和进入侍奉。所以安守祷告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想问你，安守祷告谁可以做？根据圣经，谁可以做？有人说长老，我想问你们，圣经说什么？哪里说？告诉我哪里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名赶鬼，然后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谁可以按手啊？信的人就可以了。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有些人说怕他们有邪灵，那你们就帮助他清理邪灵了。但有些群体，我告诉你，他们不允许普通的信徒安守，他们不训练他们，其实他们可以成为一队精兵，神的精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训练了，处理生命，清理所有的垃圾，所有的邪灵，他们可以出去，去邻居啊，朋友啊，可以影响很多人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所有平信徒都可以被训练去为人按手祷告，也可以带领人去进入神的同在。刚才你留意，我是带领你们投入爱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天父，然后我才为你们按手祷告，是不是？这个就是带领人去进入神强烈的同在。所以首先我们自己能够进入神的同在，我告诉你，我这样讲，我马上整个身体就是能力流过我的身体，这个是我们可以操练建立，随时祷告都可以进入神强烈的同在。你可以感受到的，感受什么呢？平安、喜乐、摇动、力量、爱、喜乐，在我来说，我所有这些都有，而且这个能力在我里面流过，不停的流过，我就知道我的心灵被神激动。我就是带领敬拜也是这样，弹琴也是这样，我进入这个状态，神也是这样教导我弹琴的。哈利路亚，感谢天父，在这个激动的状况就能够弹出很自由的敬拜的诗歌。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按手祷告，你们有多少人你为安守祷告他们病得医治的，请你举手。有多少人曾经经历过你为安守祷告然后他们病得医治，请你举手。我都没有， 我为自己安守可以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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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鼓励你们每个都是去做，但如果你为病人祷告，首先你带他们一起投入祷告，投入爱主。如果他对神有怀疑，你首先帮助他的，灵命上的软弱，与神的关系的困难，然后才带领他去爱主。因为你跟他的对神的开放，对于这个意志都有影响的。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宣教，有一个姐妹来，她是从远处来的，她听到这里有那里有特会，特特来到，他说他有癌症，然后已经痛了
一个多月，然后在路上，在火车上也在来的路上也痛。我就告诉他，神充满恩典，神充满能力，我不知道神做什么，但我们就是享受神，放松自己，让神的平安喜乐进入的里面。他打开了手，他就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大笑出来。然后我们笑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说现在没有痛了。后来回到家中，他请医生检查，这个癌症都没有了，然后都放在网上，在我的 YouTube 有这个癌乳癌医治夜幕式，你可以看到这个见证。这个就是我为人祷告他们的医治或者是改善，很多时候我会录影，我请他们就放在网上，然后就可以鼓励其他人。这个就是你放心去做就有。我告诉你，我以前没有的，圣灵充满之前没有的，是圣灵充满之后。有一次我带领聚会，然后我问这个传道，我说我可不可以在你的教会为人安息祷告，他说可以啊。当时我是初经历圣灵的，然后他说谁愿意接受祷告进入一个房间，然后我为他们祷告，就有一个姐妹祷告完之后，有个姐妹跳起来，我问他们有没有什么经历，他说跳起来，我的腰骨痛好了，然后他摇动他的腰骨，然后另外一个，我的肩头痛也好了，也转动他的手臂，然后另外有一个有邪灵，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人马上经历圣灵的工作。这个就是我开始之后，我就很多很多次的为人祷告，这个就是有信心神可以使用我们。好了，第五，领祷告敬拜帮助人经历圣灵，经历更新心灵和身体意志，挑战生命，提升灵命，进入侍奉。就是我们为人祷告，不但是按手祷告，带领他们一起敬拜爱慕神，神也使用的。有些人说啊，我不能弹琴，你就是用你的声音。我鼓励你不要用硬的声音，不要我要来赞美我主，我要来赞美我主，用柔和的声音，有感情的，哈利路亚，也自由的，哦，主耶稣爱我，耶稣哈利路亚，带领人去投入爱慕神，自由的赞美。你自己首先在家中去做，圣灵更强烈的同在。有些人以为要圣灵充满，要大圣充满充满，有些时候有帮助的，但重点不是大圣，重点是信心，亲近神的心，也帮助人相信神很喜悦我们爱他，神喜悦的，神是高兴的，神很喜欢我们去亲近他的。所以我们爱慕神，每一个都说神你真好啊，耶稣我喜欢你、啊、哦耶稣、啊、从心灵发出来真实的，神知道你的心，知道你是真的爱慕他，还是你是就是做给人看。我们不是做给人看，我们是从心灵的深处说，神啊你真美好，没有人像神这样美好，神啊你真美好，爱你是最好，哈哈哈哈。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经历神的爱。我告诉你，我想着神的爱就马上会感动，我可以马上进入喜乐，也可以马上进入感动。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入的，当你真的爱慕神的话。好了，第六，我们也学习留意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就我有些人说我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啊，
这里我告诉你什么声音呢？叫人去罪的心，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你犯罪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啊？有。这个就是圣灵的第一个声音，你就留意这个声音。你留意，当你骂家人，骂家人之后，你的心里的感觉，你留意你里面很不舒服，这个是圣灵的声音。你留意到，你就知道你需要回应圣灵的声音。然后圣灵也叫我们，你听到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的心有回应，是不是？就好像这个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人听耶稣说话的时候，他们心里就火热了，就是听到的时候啊，我的心里面就火热了。听读圣经的时候，思想圣经的时候，我鼓励你可以买一些播放圣经的的工具，有些播放器然后你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一边播放，整天在听圣经，你的就能够更多思想圣经的话语，也能够熟悉圣经的经文，听到的时候都思想，这个就很有帮助的。然后圣灵会启示我们，你有没有曾经这个经历啊？神感动你向这个人传福音，关心这个人，有没有这些神的感动啊？这个就是圣灵的声音感动你。然后去人的需要，有些人会有这个即时的言语，就是你为一个人祷告，或者是你见到这个人就感受这个人有什么需要。这个如果你发觉你有这个恩赐，这个是即时的言语，是非常有用的，在侍奉中非常有用。所以我们都留意圣灵的感动。当你赞美主之后，你可以安静的想着耶稣，安静爱慕神。而且如果你晚上睡不到，你站起来祷告，安静的 不需要当你想帮助自己睡更快的睡觉，安静的等候神，想着耶稣，耶稣你真好，不需要很多言语的，在里面就是想着耶稣，不需要说出来的，想着耶稣，就看看圣灵有没有感动。而且有些时候圣灵的感动是当你做一些其他事情完全没有想到神的时候，突然有这个意念出现，这个也是圣灵可以用的方法。有多少人有这个经历，突然有这个意念出现是对你很有帮助，也是合乎圣经的，有没有这些意念？这个就是圣灵突然来到你身上。而且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你可以写下来哈，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立志行事，就是我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当你遵从神的事情，不是你骂人的立志行事，不是你犯罪的，而是你遵从神的地方，你立志行事，你有这个动力，你决定这样做，然后你会做出来，是神在你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个就是看到神与我们的关系是这么亲密，他在你的里面不停地感动你，你越爱主，你越遵从神，这个感动就越强越明显。所以我鼓励人完全的放下所有的罪，所有的伤害，所有负面思想，你就更容易 领受神的感动，神的在你里面运行，感动你，带领你。我很多的教导都是神这样教导我，都是我不是想出来的，是神给我的，这个是神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留意圣灵的声音，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有些人他们越留意慢慢进入异象异梦，甚至有些人进入天堂，
你们周围有没有人有这些见到异象的、异梦的、听到神的声音的？有，你们有没有认识人有这个恩赐的？有没有啊？经常有这，不知道是不是？不是我。好的，当你有的时候，很容易的分辨，为什么呢？你的经历到底是对你是有帮助，还是就是做梦这一些？没有什么目的的梦，这个不是，这是不是异梦？感觉到是带领。是的，如果是带领的话，你就问神，这个是不是从你而来的？如果是从神来的，他会继续给你，你就知道你有这个是异象还是异梦。我可以说，可以啊。你不需要说出，现在不要说出是什么，但是异象还是异梦，你告诉我。有事都在梦里都出现这个异梦，好的。如果你有这个恩赐，或者是听到声音，神的声音，有些人听到声音但是神灵的声音，或者是自己的声音，很容易分辨的。神灵的声音是合乎圣经，而且是对你的情况有帮助的，帮助你的灵命的，帮助你的侍奉的。当你有这个恩赐，有这个声音的时候，这是非常宝贵，你就要更多安静的，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安静的等候神。等候神可以用音乐，不要用诗歌，用简单的音乐，因为用诗歌你就跟着去唱，不是用诗歌，而是一些音乐，或者是没有音乐，或者是想着经文，或者是爱慕神，想着耶稣，就是专心的爱着神，就好像与神连接。神啊，我很想与你连接，从心灵发出，就好像你的灵魂飞到神那里。我们现在不是用长的时间去做，但你闭上眼睛，就好像想着神在前面，不需要想他的样子。但你就好像与他联合，你想着耶稣，然后让神带领你、感动你，就好像这是与神连为一体。想着耶稣，与耶稣连为一体，你就好像进入一种很平安、轻松的状态。这个就可以帮助你进入这个等候神的状态。然后如果你领受到圣灵对你说话有意念，你就更多等候神，将来神会指示你策略方法怎样提升。例如我很多的教导就是神这样给我，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恩赐，我感谢神，这个实际的帮助人的生命，这个是神教导我，这个是我领受了，我继续去留意神的给我的意念。如果有人常常与耶稣有够 对谈的话，有些人见到耶稣，在我们群体 有一个姐妹，她每一次祷告都见到耶稣的，我就说你试试更多与耶稣对话，他有与耶稣对话的，也寻求神有什么方向我们可以走的方向，因为这个非常重要，有策略从神来的，这个恩赐的目的，每个恩赐不同，神给我教导的恩赐，我就使用这个，也给我这个亲近神带领敬拜的恩赐，这个是神给我的。我的恩赐不是组织一个大的机构大的教堂，这个不是我的恩赐。我的恩赐是辅导这些我们发掘自己的恩赐就使用，也神就带领我们怎样使用这些恩赐。如果你发觉你的群体有这样的人，你就鼓励他，欣赏他，告诉他你的生命可以大大被神使用，大大被神提升的。我认识一个人在YouTube
YouTube， 如果你在这里可以、下载 YouTube， 可以看到 YouTube。然后有一个王传道，三恒王，他每一次祷告都去天堂的。我曾经与他一起去、他带领一些聚会，他说他带领聚会之前半夜神就叫醒他祷告的，然后指示他明天做聚会的时候做什么，然后他就会领受神给他的指示，在这个聚会做什么。我看到他为人祷告，他马上说出这个人的情况。他说他在一个房间，他可以感受每个人的灵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高度的与神的连接。这个、我希望你们渴慕。就是有些人有特别这方面的恩赐，我在这方面不强，我领受教导很强，听见神这方面是强，但领受声音不强。教导的声音多，但这个、我领受方向，但没有清楚的听到耶稣的话，但我觉得我可以在这方面进步的。我求神带领我，我就是因为我知道之后我就可以怎样更高度的发挥，所以我请那个姐妹在我的群体的，我说你为我们的群体祷告，为我们的宣教机构祷告，为我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怎样进入神的高度的计划、如果你明天来的话，他也可以为你们祷告。哈利路亚，谢谢天父。所以这个聆听神的声音，然后第七，圣灵充满带来火热的心。你的心有没有一些火热的感受啊？我要爱主啊，我要做神吩咐的，这个是圣灵充满带来的。但你发觉当你没有祷告，你刚刚与人吵架之后，你有没有火热的心呢？没有，没有。所以这个必定是与神有亲密关系的时候才有这个火热的心的。其实我讲到的时候都是有这个火热的心在我里面推动我的，所以你发觉好像一种涌流的意念出来，这个就是神带领我们的。求神也帮助你们在分享信息的时候，在里面涌流出这些信息，哈利路亚，也涌流出这些爱慕神的意念。啊，耶稣你就在这里，真好真好，哈利路亚，也带给我们喜乐信心，神就在这里，神要做大事，神要使用你们每一个做大事，这个就是信心。有能力为人祷告，有改变，有更新，有医治，有感邪灵，有爱的恩膏，这个是非常奇妙的。我曾经为一些人祷告，他们经历很强烈的爱、曾经我去到、非洲一个地方，我去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姐妹告诉我，昨天晚上我做梦见到你。她不知道我来的，她不认识我的。她说我昨天晚上做梦被人追赶，我很怕很怕，走到一个屋子，看到里面有一个中国的小孩子，然后她敲门进去，见到一些中国人在祷告，然后见到我，然后我对她说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他说好啊，我就按手为他祷告。在梦中他见到我，为他按手祷告，他就充满喜乐，充满爱，然后他醒过来，然后他说我昨天有这个梦，然后我就为他祷告，然后为他祷告时他也是经历神的爱，神的喜乐。这个、你在网上会看爱的恩膏 YouTube， 爱的恩膏夜幕序，你会看到这个、见证的这个人，我也写下他的用、中文写下他的见证、也有些人祷告之后他们说哇，好像进入天堂一样。这个爱的恩膏是什么呢？就是人可以经历爱，在祷告的时候不但是经历喜乐，被爱、耶稣爱着我。我们怎样有这个爱的恩膏呢？就是我们自己也常常在神的爱中，神爱着我。现在闭着眼睛，
耶稣就在我前后，我们在前后环绕，按手在我们的身上。他对你说：“不用怕，我爱你。别人不爱你，我爱你啊。”耶稣拥抱你，围着你。主耶稣的爱真奇妙，你这样爱我们，你这样看着我们，耶稣啊，让你的爱流进我们的心里面。啊，耶稣，你看中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个都很宝贵，每个都是你所爱的，你看中的，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是你心爱的儿女。哦，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耶稣耶稣你就爱着我，主耶稣爱我，圣经上告诉我，耶稣让你的爱流进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经历你的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你所看重的每一个都是你所看重，每一个都是非常的宝贵，是你冠冕上的宝石，你眼中的瞳仁，是你怀中的儿女。耶稣，你在爱着我们，请你的爱融化我们的心。哦，耶稣，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到永远，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到永远，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拥抱我，耶稣耶稣你真可爱，耶稣你真可爱，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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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我到永远，哈利路亚。耶稣，愿你的爱拥抱我们，医治我们，释放我们，怜悯我们。感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的爱，请你的爱医治我们，医治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被爱的。啊，耶稣，我们是被爱的。感谢天父，赞美天父，赞美天父，啊，赞美天父，赞美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有谁刚刚有经历神的爱的？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感受感动啊？感动，感受感动的有没有啊？你来说哈。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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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话筒。好，感谢主，非常的感恩。当我们在这一个沉醉在一个神的同在的里面，就看见就感受到神啊拉着我们一群的手，
都在那里一起挑歌唱歌跳舞环绕，非常的美丽，在那里好陶醉呀、啊、真的一直沉醉在那神的那个爱的怀抱的里面，非常感恩。感谢主。你是不是分享啊？是谁呀？有没有谁想分享刚才的经历？刚才的时候我鼓励你们就是自己进入，也带领人进入神的爱，在神的爱里面。这个是我的意思，是我们有，我们活在神的爱中，也会能够带领其他人进入神的爱中啊。哈利路亚，感谢天父。机会，机会是能够在什么情况应用神的话语，在困难的情况，人际关系处理困难，都能够有神的机会去处理。然后侍奉和复兴的方向能够怎样被神使用，所以圣灵充满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会带领你。曾经有一次我问一个人啊，圣灵充满是什么？他说圣灵充满是跌倒。我说圣灵充满不是跌倒啊，圣灵充满是神与你很亲密的关系，他可以带领你进入不同的境况，不同的神的进入神的爱，神的祝福，神的力量，神的带领，每一方面都有的，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就好像哇，里面饱得神的慈爱这个感受，哇，